台湖潜舰鸣笛缓缓开进航道，所有官兵一字排开站在甲板上，这是总统才有的海军战坡礼，旗子也是总统级。台虎舰升起超大型长流旗，从潜舰帆罩一路延伸到舰尾，长流旗象征打胜仗，潜舰厂房动土，台虎舰用当年返台交舰仪式致敬，潜舰国造抵达重要里程碑。我有决心跟勇气去克服挑战，我要请问三位，你们有没有？有，真的，海军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，克服万难，达成任务。报告总统，潜舰战队为海军争气。总统一个一个点名，海军、中科院和台船代表通通起立宣誓决心。蔡政府展现惊人效率与执行力，潜舰的首艘原型舰模型更首度在镜头前曝光。潜舰不仅能够大幅提升我们海军不对称的作战能力，部署在本岛的西南跟东北水域的潜舰，更能够有效的吓阻敌舰围绕包围。潜舰国造从1988年开始喊了30年，历经3任总统，没人能完成。去年还历经阑尾，想卡预算阻挠，如今克服难关，厂房动土。蔡英文实行国防自主决心，无人能撼动，也让海军对总统献上最敬礼。我有决心跟勇气去克服挑战，你们有没有决心去跟勇气去捍卫海疆？报告总统，潜舰战队为海军。三十五城，民生梦者高雄报道。